了。谢谢。好，不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决定好了吗？好的，让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他们选的是哪张牌呢？很好，接下来就请我们的魔术师进行魔术表演。好的，那么两位小朋友，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你们两位帮我找出那张牌，好不好？好，很简单，请你在随便喜欢的时候喊停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停。要不要换？不换啊。拿起来看一下，是不是你刚才那张牌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那请你好了，好，帮我找到那张牌。好，随便喊停，预备，开始。停。是不是这一张？不是。我知道了，我需要为我的魔术施一点魔法，然后我的魔法呢，就是两位的吻。嗯。你们的吻，亲上来牌就会变成你们刚才写的那一张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！跟你在一块儿超不过一分钟准出事儿。哎呀，不就是些扑克牌游戏吗？你在酒吧没有玩过？没有。这中间还隔着一层扑克牌呢，又不会真的亲到，怕什么呀？爸爸，我想看魔法。不，别闹。哟，看魔法。闹，要的，要，我不要闹，看嘛，要嘛，要嘛，闹，要的，要的，快一点吧，不要让小孩子失望。你以为我想亲你啊？快来，果果。